彰化市在今天发放了敬老礼金，那么只要是年满70岁的以上长辈，涉及在彰化市6年，就能领到6000元的大红包。那么总计发放26500元，金额高达了1亿5900万元，也让领到手的长辈开心笑得合不拢嘴。彰化市发放春节敬老礼金，一人可领6000元大红包，领到手的长辈笑得合不拢嘴，很幸福啊！过年还好过年，哇，安那好。时间往回倒转，一早千万现金就送到清点现场，还出动2台警车、7、8名员警荷枪实弹接护，甚至现场进行点钞作业，疑似现金太多，点钞机还点到故障。46，那已经堵到这台了。除了机器点钞，还出动300人手动清点，相当大阵仗。而春节敬老礼金资格，只要长者年满70岁，涉及彰化市6年，就能领6000。26500人，总共发1亿5900万，这对财政来讲，当时是非常艰难一个挑战，但是咱积极的开拓财源。甚至因应防疫，避免群聚，长辈不想到厂里也能直接转账。1年多2年前我们就办理转账了，那目前几乎有2/3的长者已经转账了。就要过年了，彰化市符合资格长辈一口气可领6000元大红包，也让其他县市民众直呼真的好幸福。记者林义峰彰化报道。